由于今天是堂食的第一天，相对来说等坐的时间比较长，预估今天等餐的时间大概在6到8个小时左右。今天拿不到号了，今天木网上都排了号，还有现场排的号都已经排满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店要排好长时间了？暂时不接受排号，要吃了可能是9点过后再来，要么是明天建议你回2点钟的时候来，暂时不排队了。今天是我们堂食的第一天，针对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顾客呢，都积极的每个环节进行了安全消毒。同时呢，我们针对今天所有的就餐顾客呢，我们都是隔一桌安排一桌顾客就餐。重庆吃火锅啥，必须吃火锅，不吃火锅不想吃啥子了。你们在屋头那一个多月吃没吃火锅嘛？吃了的，还是在外面吃香些。外面吃香些。嗯，店里面的氛围也好些，喝酒那些都唱得开些。那个云喝酒真的没事。但是现在疫情还没结束嘛，你有没有那方面的担心呢？既然别个开业了嘛，我就不担心了噻。